演的，他那个眼睛他是之前就萎缩了，然后就直接给摘除了。哦，摘除了。这是跟你没了多久的？得两年吧。两年多了。嗯。那就耳朵看看。那个耳朵。耳朵里边是吗？里边应该也有感染，你看里边。是。但是这种只有手术。嗯。是不是？那吃饭之类的都行。都行，都正常。今天直接做吧。这个里边干净。然后他耳道里就是全是麻辣色，就它是真菌，什么东西？真菌的一种，可能是里边感染。所以它就很痒，就是那些大动物吧，它挠不到，所以来回伸伸水，这可能是主要的原因。这个我们也给开点药，开点耳药给它洗一洗，也防止你就再次耳穴肿好了，它下次可能还会反反复复。尤其夏天到了哈，这个，然后其他的就是有炎症，已经有点全身性的感染了，就是它局部性的这个耳道带的血肿，这个血肿引起了这白细胞升高。这个给它打个小针吧。他说吃饭之类都可以哈，对，都正常。今天先打小针，其他的没问题，肝肾呀，包括这个抗体都挺高。今天先在这待一晚上，行，然后给他清洗清洗耳朵，消消炎。每天最担心的事就是大爷的猫孩子们生病了。像这种需要做手术的，那又受罪，而且花的钱也多。我还记得之前跟那个多多，之前也是耳血肿，跟这个月亮一样，当时做完之后耳朵都厚了一圈，看着真的太受罪了。真希望你们都能够健健康康的。像他这耳血肿这种的，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消，你要等他自己消的话，时间太长了，而且在自己消的过程当中，还有可能自己再给挠破。手术还是得做的，钱的问题等等再说吧，还是先给治疗吧。现在给月亮给洗完耳朵，然后给上完药了，带来这边也是给检查的具体的原因吧，也能够减少和预防下次再出现这种情况的发生。这次主要就是真菌引起的，最近这段时间也让阿康那边控制一下狗狗吧，不要去土地那边了，然后把像月亮这种耳朵挡住的这种耳朵耷拉下来的也都给清清耳朵，防止再出现像月亮这样的情况。毕竟这个真菌还是能传染的，是不是不好受了？来医院都这样啊，他们也知道自己得治病，一来医院都不开心了。你看你天天在大院里边玩，那么多朋友一起玩，到医院之后没有朋友了吧，只有你一个人在这儿了。咱好好恢复知道吧，咱好得快，咱回去还能继续再玩，是不是啊？来吃点，月亮还是吃饭有劲儿，一吃饭啥也忘了，你看看。
拜拜月亮，我去看看小满去，还没见过他呢，你在这自己老老实实的待一会儿啊，拜拜。第一次见你，来小萌萌。听阿康说小满性格挺好的，来萌萌，来舔舔。小满好活泼呀，啊好活泼呀你。活蹦乱跳的，你看你啊，活蹦乱跳。听说你磨药的时候也很乖，是不是？小尾巴摇的，哈。会啊，自己都能玩起来，真活泼呀，真厉害啊，小满，小满你真厉害，小满真厉害。脖子下面看着还好，脖子下面给上的药，现在小满也不挠，所以也没有给绑上，因为现在这夏天绑上的话也没有松开的话恢复的更快。听见了啊，饿了吧，那你吃点行吗？来，赶激动的，吃吧。感觉吃的还是挺开心的哈，是不是小满？吃的开心不？